因为这个身体的反应很直接，嗯，有时候你可能想隐藏，可是它没有办法藏住，而且它必须要兼具手背。哇，苏维达这一棒打得很远，不过要看界内还是界外，应该是界外。哇哇，苏维达觉得是应该是从标杆线内再转出去，对，油又向左出。哇哟，这一回我跟你讲，不用看重播辅助判决，佛罗里潮州来的金驾摩干丹，回到一军的第一场比赛，苏伟达就用全垒打单场2-2来告诉林卫柱总教练 I'm ready，嗯，我准备好了。哇，这个会出去的就是会出去的，我，很少看第一颗球是界外全垒打，后来还是真的打在场内的全垒打，很多时候最后其实都是不好的结果出现的。哇，苏伟达真的是手中的棒子超级烫的，嗯，当然相对来看的话，这个直叉球其实真的也没有投在很好的位置，一被捞中就叫这个球应该就留不住了。今天林安可不断看着球从自己的头顶上飞过去，嗯，苏伟达当然也想说这一趟希望能够在一军待久一点，打回去了解散。关系很久都没有跟大家见面了，不过没关系，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在电视机前为中信兄弟加油哦。